哎哎哎哎！干啥呢？干啥呢？没看见吗？我们踢球呢。哪片的呀？没看见吗？九十九中的。看着了。知道这片谁说的算不？谁说的算呢？王小倩，听过没？哦，王小倩谁呀？不是，王小倩就是我。这个地盘我说的算，以后到这踢球必须跟我打招呼，知道不？赶紧走啊，赶紧走！叫你们走都没听着啊啊！你多大了？15。15长这么高呢？你俩也不矮呀。你多大了？9岁。9岁，你瞅啥？你咋的？再瞅个试试，试试就试试。行啊，不和你们小朋友一般见识，赶紧走啊！一会儿我们呢还在这训练呢，赶紧走啊，赶紧走啊！来，咱们继续去。哎，怎么的呢？叫你们走怎么的呀？咋的呀？还呀？怎么的呀？还呀？还怎么的呀？叫你们走啊？怎么的？还怎么的呀？啊！我怎么的？哎我抢不过球，我抢不过球。有人欺负我们？谁呀？谁呀？咋的？有人不让我们在这踢球？哪有个人呢？这哪？哎呀妈！还真有个人。行啊，会人你们是不是？会人是不是？等着，给我等着。来，你们快过来，过来，站好，站好。跟你们说多少回了，好好踢球，还得好好做人，跟大人说话要讲礼貌，知道不？知道。别像刚才那孩子似的，没大没小，谁让你漆黑的？25。就他们抢咱们地盘。哎呀，王小倩啊，我说你呀、啊，完蛋玩意儿你，小孩你都收拾不了。哎呀呀。哎呀，99中呢，小孩不得了了是吧？啊，跟大人的人都敢这样啊？长大了还了得？后边还有一个呢，还有一个我也。啊，这么点小孩脚长得不小啊。王小倩啊，你不说都13岁以下吗？你瞅啥？我瞅你咋的？你再瞅个试试。我不是了。王倩啊，快把我领走。这儿呢，这儿，这儿呢。二胡这儿呢。好嘞，二胡这儿呢。敢问路在何方？这儿呢，路在这边。哎呀，你个完蛋玩意儿啊！怎么还有个这么大个的呢？这都是他什么老舅老舅啊？你老舅，你也不能抢我们地盘啊！谁说你们的了？你个大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叫人，大秦，有人抢我们地盘！大河向东流，天上星星看北斗。谁？我。惹人干什么玩意儿？惹人干什么玩意儿？怎么的？你害怕他呀？我怕什么？我怕呀。那你上啊！啥时候回来的？大家吃口饭啊！来，你挺大个子，你转过来跟我说来。咋还嘚瑟了呢？两只小蜜蜂啊，飞在花丛中啊，这是咋回事？这是这干啥呢？这是哦哦，这是上一边了，什么玩意儿？这都是快出去！什么事？爸，你还能行过来？爸，这事不怨我们啊，是这么回事。怎么回事？咱小区不是组织了个社区足球队吗？啊，我们几个天天在这儿训练。哎，今天这大个子哎，领一帮小孩在这抢我们地盘。这个社区要成立足球队，你们都知道了？都知道啊！我跟你说，昨天赵刚子把我找社区去了啊，非常认真地跟我谈这个事儿了啊，觉得我当这个队长非常合适。哦，但是我觉得我这么大岁数了，做点后勤保障还行，
所以我认为最合适的队长人选啊，就是啊，那我就理所应当了呗。哎呦，哎，你大言不惭呢你啊！哎，就选队长也选不着你呀、啊！你凭啥当啊？你凭啥当啊？你是啥呢？你要当也是我呀！我凭啥是你呀、啊？哎，凭啥是你呀、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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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凭啥是我呀？凭啥是你呀、啊？背完了你来！干啥呀？哪伙的？就怼呀！还有孩子搁里面看着呢，干啥呀？怼呀怼一下子的！怎么着了？你们让当队长也轮不上他呀？这样吧，啊，我觉得要当队长啊，起码得对这个足球有一定认识和理解。哎，你对这个足球是怎么理解的？我认识很深刻呀。是吗？那当然了。大家伙都知道我叫钱顺风，还知道我的外号叫小土豆子。你们不知道我的小名。你小名叫什么呀？我的小名叫球球。哎，我爸爸为什么起这个名？那就是让我为足球事业贡献力量。哎，我的偶像是谁？谁？罗纳尔多。这名你知道吧？听过。哎，大家伙都说我长得像梅西。二姑父，你不像梅西，那像啥？我看你像维生素C。你还像 B 二呢，范爷爷。我对足球有着深刻的理解。啊，你说说。因为我从小就是在球堆旁边生的。你啥球堆旁边啊？煤球堆。我妈，就你这样的，生在煤球堆里边还能找着你呀、啊？我爷能。你爷咋认识你的呢？软的是我，硬的是煤。范爷爷，我要是当上这个队长。啊！我以后就改名，不叫王小倩，那你叫王小球球。行，都别瞎扯了 啊！要是对球热爱 啊，从小到现在都30多年、啊，我就没有放弃过你。咦、哎？你妈呀！行了！你看，你还小点啊？你快起来吧！快起来吧！哎呦我的天！还是听听人家的怎么说的吧。你说，你们说的都挺好。反正要我说足球啊，那就是我的生命。你们听见没有？人家这一句话，比你们说那一大堆全强。生命，你看那连滚带爬的，你看你们那个。哎呦呦呦！这大个子，你怎么的跑我们小区来喊口号来了？不对吗、啊？足球是我的生命。本来就是啊。那我也会喊呢。足球是我的岳父。我也会喊，足球是我爷。那我就说那足球大美。哟、哦，敢这么说，你胆肥了。足球是大美，怎么的？你要踢他呀？没有，你要踢了他呀？不是，这个你们误会了，他这个意思就是足球是他的最爱。哦，其实啊，想当这个队长啊，光有热情不行啊，你得多少得懂得点这个足球的知识。当然懂啊，比他懂，是吗？啊，那我问你们个问题呗。你说，听我这问题啊。嗯。说大力神杯知道吗？行，世界杯嘛。夺得大力神杯最多的国家是哪个？哎呀，太简单了，我知道，德国。什么是德国呀、啊？阿根廷？不对，中国。哎，怎么是中国呢？郎平多厉害呀！孩子，郎平是踢足球的吗？他在干啥的？告诉你，记住了啊。郎平打的是羽毛球啊！我都让你记糊涂了。郎平是打排球的，对，是排球的。想起来了，铁榔头是吧？啊，记糊涂了。你这样，你再出一个，我还出什么人？让人家告诉你们个正确答案。让他打。我给你们普及一下啊！啊，是五星巴西，共获得过5次世界杯冠军，分别在1958年的瑞典世界杯、1962年的智利世界杯、1970年的墨西哥世界杯、1994年的美国世界杯和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。哎呀，你听听人家这是蒙上了，蒙上了，还蒙上了啊！那这回我再出个简单题，让你们蒙上。行，足球场上比赛的时候，场上一共有多少人？22个人。哎，我怎么了你？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答错了？不是，那是22个人吗？那你说多少人？23个呀，还有一个裁判呢。什么23个？25个，还摆天台的吗？不对，是26个。
怎么26个呢？跑进去跟闹事儿的。瞎说吧，你闹事儿的后边还跟6个警察呢。你什么玩意儿？不是。爸，真不知道。我觉得呀、这足球啊、那是身体素质来的，凭的是体力。对，那是踢出，那不是用嘴说出来的啊，对不对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有本事咱比比体力，比啊、哎！这家伙瘦的，那就比比呗。咱跟他比俯卧撑，怎么样？二虎说啊，你能撑得住吗？俯卧撑，我撑不住，没事啊。咱仨一块儿撑啊，一对撑的是不是？那当然了，敢不敢？俯卧撑。确定俯卧撑？我确定。你怎么做我怎么做，我怎么做你怎么做啊？要不你来个别的，我怕我来你来不了。我不就俯卧撑，怎么样？就俯卧撑。他怕了。你来吧。那我就来一个这个简单点，来准备啊，不太难的。看好了啊，就是你们是不是会以为这种俯卧撑、这不是俯卧撑吗？那就没意思了。你来个这个，要不你再来个这个，你挑一个。挑一个吧，往下上。这个，这我真撑不住。大秦哥，你上吧。不是，我是没事，就是我八月以后谁来抬我？你怎么真没能耐呢？你怎么还这样？我来，你来，你来，我来。二胡加油，就是俯卧撑吗？对，给他加油，加油。哎呀，不行呀！啊，是这样不？对，是这样不？哎，对，是这样吗？对，再来，是这样不？哎，好，是这样吗？起来吧，师傅啊！哎呀，我跟你说吧，我真你别比了，比不过你怎么比你都比不过他。为什么呀？你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吗？他叫什么呀？他叫张璐。这是我们前辽宁足球队的门将。哎呦，我知道。你们喜欢一个聊台的美女主持人叫秘密，知道吗？知道他跟秘密什么关系吗？啊，他是秘密的老公，这是我们聊台的姑爷。哎呀，哎呀，人很正啊。还行。你不是对数字感兴趣吗？啊，你知道人家转会费多少钱吗？多少？好几百。哎呦，好几百呀。庄璐啊，我这么的，我出1000，你跟着我干。不干，我不跟你干。到我公司干。那好几百后边还有个万呢。好几百万呢。我跟着你干。不要。别呀、我不能跟他俩一伙，跟他俩一伙老输啊。他俩。那你说这话，咱这个队长还用选吗？那还选啥呀？你把张璐都请来了，看出来了吧？队长在那儿呢。来，队长好，集合。队长。请训话。行啊，那既然选我当那个队长，咱先给球队起个名字，好不好？好，行，那就叫这个一路陪伴组队，怎么样？一路陪伴，好不好？好听，好吧。刚才我大概了解一下您对足球的理解啊，还不是很深刻。它足球不是个人运动，讲究的是集体当中为球队的奉献还有团结。是，现在咱们这个中国足球的水平还远比不上那些世界的强队，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。一定会成功的。好，我们现在也在一直做这个一路陪伴的公益活动啊，就是要在现在校园的这批孩子当中产生变化，让我们一起期待中国足球的未来是一定有希望。好，咱们给张璐一块点个赞。谢谢。好的。但是，我刚才看你们反正是不太团结。人家都看出来。不是张璐啊，你这话说的不对啊。怎么呢？我们三个水平虽然不高，但是咱们是中国足球的铁杆球迷啊。没错，永远都支持。还有说我们不团结不对，我们一个小区的啊，天天在这儿训练。哎呀，那默契，哎，给他展现一下默契吧。还有默契，好不好？来，喊个口号，喊口号，来，好，1、2、3，够了，加油！哎呀妈呀，我。你们这都什么玩意儿啊？就这还默契呢？啊，这样吧，咱们把张璐老师的学生们请上来啊，是吧？让他们给咱们展示一下，让你们看看什么叫默契。好，来吧，孩子们，来。哎呦。进来，你们来。哎呀，进来，你们。哎，咋的了？
99中足球队还要人不？要人啊！我便宜，我转会，我70块钱就行。你别说，你七毛我们都不要你啊！七分行不行啊？哎，我给你们拿书包，我给你们看书包还不行吗？哎，等等我，等住，等等我，你等等我。哎呦我的，哎呀，为中国足球加油！